真的哭死，谁家30集电视剧光插曲就57首啊，而且每一首都是经典。电影质感的镜头加上这些 BGM， 繁花真是越看越上头。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呢？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好明亮，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希望再多。哇，哎呀，挺好。It's another tequila sunrise, staring slowly across the sky. Let's say goodbye.希望在等，不必在乎脆弱，更不必难过。
慢慢地靠近，痛人的事并不在意，你不必过分多装，你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不必再不虚弱，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在哪儿呢，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不必再不虚弱，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一时如此冷漠，我不再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总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未有感觉我无力自容。慢慢地抛弃，同样的事并不在意，你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不必再有虚弱，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不再相信人们一世如此冷漠，我不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未有感觉我无力自容，不再相信我，不再相信我，不再回忆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
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春秋和冬夏。我愿意让你走，I'm away，也许你可能会回头。
下钢琴陪我弹了一点，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你每天晚上一个等到就快没有戏，谁用他说真的比我还要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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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才会逼自己离开，我才会逼自己慢慢走开，我才会逼自己慢慢放开，我才会逼自己慢慢离开，你要我说
想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想你吹拂温柔的吹，只要你无言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被爱的感觉，被爱的感觉。
谁将柔情深重，若能相知又相逢，各自一恋，有梦多少秘密在其中，欲诉人难懂。窗外歌声露重，今夜落花成冢，潮来潮去却无踪，共此一帘幽梦，谁能解我情衷，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重，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
我虽然狠心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狠心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便奢望着。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让我狠狠想你，让我想你无情，被一场雨晃动，舍不得回避，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一张船票，你愿意带我走吗？让我狠狠想你，让我想你无尽，泪一张欲望都舍不得回避。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花样年华再美丽，让我狠狠想你，让我想你无情，淋雨成雨往后舍不得回避，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都怪。
爱着。花样年华太美丽，苏妙玲，我不知道你多久没有站上音乐舞台了。
应该真正意义上的话应该是10年前了。哇。其实我很少参加音乐类型的节目的、但是天赐的声音在第一季关注的时候，我就很羡慕能够在台上唱歌的歌手。那这10年你去哪儿了你？其实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但我总觉得其实我没有消失过。其实这小10年的时间，我也发了3张专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有听到，但是就咬咬牙就再坚持一下吧。可能每一次大家在回顾快男快女选秀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都会评价说我们这一届快女是史上最糊的一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正因为我们是最糊的那一届，我们也是最努力的那一届。到现在为止，哪怕是12强第一个被淘汰的金盈盈，她还在坚持发歌，还在坚持发作品，对，没有人放弃。人生其实的确没几个10年，尤其是对追逐梦想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这个淘汰率非常高。所以如果10年之后你今天还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参与了这个舞台的表演，你就是那个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所以真的我觉得很感谢天赐的声音的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给予我们这么多机会哈，又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了。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有的时候还是真的有一点点遗憾，对，是因为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有一点点生疏，他的演唱的很多的方式上面好像并没有驾轻就熟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相比起来，我觉得许君英做得更好。确实，因为很久没有在这么大的正式的舞台上面演唱，就是我不知道我。就其实今天挺难过的，就是那种难过是我发现我站在台上我没有办法像10年前那么无畏了，就是那种无畏，那种不在乎，我就是享受舞台，我什么都不 care， 我就唱歌，我 OK 了，我满足了。但现在我做不到了，我觉得好可惜，就找不到那个自己了。因为10年前你可能是无知而无畏，但人最难的就是知而无畏。我在妙龄的身上，我刚刚看到的是你对自己的在乎，我觉得那是一份对音乐本身的在乎，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你内心的那个火没有灭，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你的眼泪，身体是诚实的，他会告诉你最最最最真实的你内心想要的东西。人生不是靠选择的，其实是靠走出来的。我就用另外一个例子吧，这个静韵，这个他的师兄啊，这我的好朋友，这个韦霆啊，韦霆自己在公司也是耗了好多年一直没红，后来可能是因为这个有很好的演员的表现，然后终于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他的音乐的才华。妙龄，刚才你说到10年来就好像把这时间丢了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那个你头上那个皇冠啊，是属于自己的，不要低头，低头了皇冠容易掉下来。妙龄就像在你身边的金韵，她出道也有11年了，但是这2年她愿意去尝试参加各种不同的节目，她愿意去寻找更多新的机会和可能性。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呢？除了出唱片之外，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唱歌给大家听，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去尝试在音乐上做更多的突破和探索。你不要再浪费你的天分了，你也不要再那么胆怯了，我相信你可以的，加油。谢谢。妙龄，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首歌能够代表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好的，我们把舞台留给妙龄。哇，好歌。回头多少个针，浸遍了却偏失去，未怕却在心。我得到没有，无法解释得
妙玲为什么在唱歌前把自己头上的皇冠拿下？就是抛下包袱，用力前行吧，就不要带太多的枷锁在身上了。对，一生何求啊，就是有能够有机会唱歌，有机会做歌手，有机会听到大家的教导建议，还有这样一群可爱的歌迷，一生何求，一生何求。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当然有一个问题要问二位，你们今天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吴彦斌老师。因为之前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没有选到他的唱作组，就很想可以跟他有合作，弥补遗憾来的。对，妙玲。因为在我心里面，胡彦斌老师就像一个音乐魔法师，然后我也很希望他能够帮助我做一些新的挑战跟尝试。对，在这里要跟你们说一下，彦斌老师今天这一期非常的特别，因为在往期当中他使用了阳光邀请卡，所以你看那边我们坐着朱新杰，他在这一期当中一定会跟胡彦斌老师合作一首曲目。是啊，接下来如果胡彦斌老师要在两位当中选择其一的话，今天会有两首曲目，所以现在我们把主动权交给胡彦斌老师，他此刻要做出一个决定，只能二选一，或者都不选，这都是你的选择。不知道妙玲会不会选到自己心目中的搭档，而靖韵会不会弥补上一次的遗憾，答案就在我的手里。在揭晓之前，首先要问其他三位常驻音乐合伙人老师是否要进入到我们的抢人环节。首先要问的是阿哲老师，加油，给予鼓励。好，接下来是 Angela 邵涵老师，靖韵，谢谢。哇，抢人了，真开心。因为我怎么说呢，我也很期待，如果我可以跟哎，等等，停、啊、差不多、啊、哎，我以为你要表达是吧，你真的是选我吗？哎，我是似乎已经忘了你原来之前要选择的是谁、啊、对对对。首先我是欣赏他的嗓音，重点是我觉得很纯的你是我喜欢的，很真实的你是我喜欢的，也是你的最珍贵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有那样的过往，可是往往我们人越活越大，就是你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你就无法这么真实的做自己。所以其实我欣赏你是这一块。谢谢老师。我觉得许靖韵，你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内心来选择啊。不管是 Angela 还是我觉得还是希望你可以选择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要问一下海泉老师是否要进入到抢人环节，马上为我们来揭晓好不好。从刚才的规则我了解了，这个虽然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是那个我还是希望说你把这个精力花在某一首歌上更好一些，所以我力挺我妹啊，抢人啊。我支持你。那个代表着50%的希望，现在 Angela 对你的邀请是100%的希望，你自己衡量一下啊。我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感觉好像。但别忘记，你来这个舞台是为了弥补上一次没有跟彦斌老师合作的遗憾的。好难选。对啊，那纠结吧。那如果他不选我，我就不没有歌会唱。对，如果你要坚持说，哎，我等一下胡彦斌老师这里的揭晓答案，如果他选的是妙玲的话，那你就要回香港了。所以思考过后，你的选择是张韶涵老师。恭喜进入到我们的推荐金曲的下半场，恭喜恭喜恭喜！好，我们马上来揭晓彦斌老师他的结果。
他的背后如果写的是靖韵的名字的话，哇哦，会心里、wow. 心里会有一丝愧疚吗？也不会，也不会。他的情商 get 不到。好，马上来揭晓胡彦斌老师他的最终选择，在妙龄和靖韵之间，他选择的是三、二、一。许靖韵，哎呦，没关系，你当然是没关系了。这个人怎么这样呀？你那个情商好好学一下。许靖韵，除了你之外，都可以说没关系，就你不方便说没关系。我对自己说没关系。对，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想要弥补一个遗憾，我们就来吧。原来是我天真了，真是句好歌词。好，我们把掌声送给妙龄，也要恭喜一下靖韵。谢谢。那个当时那个结果，就是也是很惊讶，没想到胡彦斌老师也选了我，所以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是对我自己说。真谛，让我们掌声有请姜育恒和来自 Z 世界的网友一起超时空合唱《再回首》。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渐渐弥补，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浙江卫视，衢州你好。现在这个时刻跟你们在一起，真好。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来，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